赶快有那多了，正不安尼也过台中太平在民众，前几天在中埔山区一直在落雨，有那好在台中太平有五个里的民众，大家是欢乐噶，因为讲迄个所在哇，就这爆竹、KK， 而且爆花，啊，这爆花全部拢是用土堆做的，可能真袂堪起这大雨甲大水安尼强，所以唔忙这河川局看是不是，但赶紧来加强因爆花的工程哦。家己草原生长的土堆，努力里长青菜一半，土就都会使提起来。这不是被淡山的废土，而是当地居民维护生计安全的提防。哇，这真无用啊！这。关照囡仔做甲啥工？这吼，这足久啊，这有无？你看这。拢在做呢。提防出现几啊座长长的大棚，宽度就有几啊公分。不过新厝面煞无补强，只有简单的废土囤在这条野溪的边啊。居民讲，只有简单的沙石来囤掉的，长度800公尺。另外一头提防只有做了一半，因烦恼万一阁有大雨。历史就是2004年这次水灾沙洪爆发，当地大淹水恶帮中淹。爱讲咧，你即马有当时啊沙水漫出来，沙水吼。即马像像安尼头阵雨大落落来，有一挂垃圾拢树啊啦，起个高楼建筑高落来吼，迄若去积咧啊，实在是。八年前的次级水灾，台中太平200-300户的居民嘛受到饮水之苦。当年一提的缺口，虽然做了补强，不过明显规模小真多。虽然溪底建筑做了拦沙坝甲锁笼，不过居民质疑安尼规模，恐惊无法度抵挡大雨的冲刷。用土堤防。弄迄石头崩了掉吼，就起来啊！石头崩了就起来啊！吼，所以阮这吼，只大家吼，大家足迄种迄个正烦恼的啦。完成土地取得的作业之后，然后后面我们会编工程下去吧。负责管理的第三号商局表示，目前因为用地取得的问题，整个工程还在用地征收的阶段，目前就会针对河道以及边坡来加强整治，希望管委会在雨水期之前来做好防范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